重点保护文物，长城景区不是一级防火区，在旅游期间请您遵守防火规定，不要在户外吸烟，请您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财物，防止被盗。上下城区靠右行走，不要猛闯大道，以防发生意外事故。四，请您爱护文物。请不要贪得无厌，不要浪费，为国人民着想。六，为了给您护林防火，人文保护，请您协助我。咱们几点集合啊？他是七点，然后11:50正式出发的嘛，那这个月提前去嘛。啊，10:30。我这光给你找好位置了，你这。没走过桥的。我不走了，姐。看你拿回传单。我那是100多钱，多少钱？啊？110多号。啊？高了。最高点。你走啊，你走啊，你走。你说我们瞎去的。来，到这留下来，快到快点。请您带好自己的钱物，特别是人多拥挤的地段。请您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财物，防止被盗。欢迎您来巴黎长城旅游。为了使您旅游愉快，请您注意以下几点：一，请您带好自己的钱物，特别是人多拥挤的地段。请您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财物。中外游客，你们好，欢迎您来巴达里长城，以便帮助您解决困难和问题。谢谢您，为了给您营造一个安全良好的旅游环境，依据北京市控制烟草和森林防火条例等相关规定，